老人身上捡到绿色巨蛋，尝了一口后开心的合不拢嘴。生活中现在我们见到最大的蛋类应该就是鸵鸟蛋了，比鸡蛋鸭蛋大上好几倍，但这种蛋你肯定没见过。印度一老奶奶去山上采药材的时候，意外捡到了一枚看起来个头很大，像是鸵鸟蛋似的，但颜色却是绿色的，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，就把自己儿子给叫来了，也没搞清楚这是什么，看起来外壳很坚硬，就想尝尝啥味儿，直接就地取材，拿斧头给敲开，倒入了锅中，准备来个蛋炒饭的节奏，各种调味料一锅乱炖，看起来还是很有食欲的，分量也很足，吃起来也是口感不错。经过查资料才得知，这是一种名为鸸苗的动物产下的蛋，体型也很大，是仅次于鸵鸟的生物，怪不得蛋也这么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呢？真想也尝尝是什么味道。玩个小游戏，家乡话吃饭怎么说？好看。